太太乐，高品质好滋味。周六做好菜，由鲜味倡导者太太乐食品独家冠名播出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大家想要做什么菜啊？鸡瓜。我们要做鸡瓜。还要做什么吗？鸡瓜是不是啊？鸡瓜这个食材好像我没有听说过哎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吗？我想听一些平时没有吃过的一些食材。如果大家能报得上没有做过的菜，就有机会参与了。铁锅炖大鹅，可以，好，来，就是你。好，还有没有人？哎，不错，还有什么菜吗？大家？周六做好菜，不散点外卖。周六做好菜，下厨没障碍。周六做好菜，想学你就来。这里是湖南卫视原创美食生活服务节目，由太太乐独家冠名播出的《周六做好菜》，想学你就来。好像来了一位，哎，昨天下午我们叫的那位，好像我，对，哇，提了个大鹅来吗？大家好，我叫蔡晨，我来自苏州，这次来长沙是和我老婆度蜜月的。我的老婆非常喜欢湖南卫视的中餐厅节目，喜欢看小林哥做菜。你好。 Hello， 小林哥，我今天早上一大早上就去了周围的市场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有鹅，但是今天的虾特别的新鲜，所以我买了一大锅。我以为你带鹅过来的呢。 我找了好几圈没有。没关系，反正都是水里游的。我和我老婆正好来广电打卡，就看到小林哥你录节目了，然后又误打误撞的被选到了做嘉宾。哦，哎，你太太没来吗？因为她今天没怎么化妆，而且比较害羞。她特别喜欢看你做菜，然后她特别喜欢吃虾，所以今天呢就想向你请教一下蒜蓉粉丝开边虾的这道菜的做法了。好的，既然菜都有选择的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吧。我搞虾，好，我搞定它。粉丝我来泡，那我来蒜蓉先，好吧？嗯，对，这个粉丝的话呢，一定要提前泡的啊。是用冷水泡还是用热水泡？冷水，千万不能用热水，不要泡太多。粉丝吃多少泡多少。啊，泡一泡呢，我们给它剪一下，现在就很好剪了，剪三段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处理虾。虾的处理很简单，我们把虾脚、还有虾前腿、虾腔和虾须剪掉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开边，从头下刀，一直平片到尾部，不要片断。展开之后就成了一个蒜蓉开边虾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虾线给它剥出来，简单冲洗一下，这样一只虾就完成了。大蒜先给它处理一下，为了便捷它方便剥啊，两边先各来一刀，哎，就这样方便一些。家里面你要剥蒜剥半天嘛，这样看。很好剥了，就用水泡一下，搓一下那个皮，看没有，一搓它就已经开始掉皮了，对吧？我回家也要试一下这个方法去剥一下。先把它剁小一点点，剁成蓉的状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切点这个葱花啊，葱的话呢尽量挑这种小葱，小葱会比较香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加点这个小米呢，同学。我们平时在家做菜的话，可能觉得方便一点的话会用干辣椒。对，干辣椒不行，干辣椒做蒸的话会割喉，那个辣不舒服的，它用包的或者干炒的比较适合。好，我们调一个豉油，这个虾给它煎一煎。好，这样就有一个鲜头在里面。没错，再放水进去熬它，然后把这个姜跟这个香菜头啊加一点在里面，让它熬一下。来半勺的鸡精，来一点点糖，
然后来一点点这个太太乐原味鲜头道特级鲜酱油，料酒来一点点，这是太太乐的蚝油，老抽调一下色，上色一点点就够了，一点点就够了。对，这个呢，弄完以后就不要再煮太久，一旦煮久了它会咸的，给它过滤掉。这次周六做好菜的特别配方，没错。然后这个蒜蓉酱呢，我们要调一下啊，来一勺那个鸡精，盐一点点哈，半勺。对，它就不能让它太咸哈，不能太咸，因为虾本呢它是很鲜的。这个蚝油也不错啊，然后这个酱油可以加一点点。拌匀它，小米辣椒进去，给它拌一拌。这个大蒜不能炸太过，有点变色就可以了。大蒜蓉呢快要上色以后啊，你们记住啊，油温不要太高，因为一下子马上就黄掉了。所以是一会儿是把那个熟的蒜放到，对，它倒进去冲一下就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把它冲出来，一二三倒进去，一半生一半熟，把油给它倒进去，直接浇进去了。大家做蒜蓉酱其实都有个误区，就是蒜蓉没办法粘在那个虾上面，一定要有点水淀粉。好，我们现在给它拌一拌，这样子蒜蓉更好的会附吸在这个虾的上面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粉丝打底，你如果喜欢吃你就可以多铺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按标准的来咯。好，然后呢把那个虾呢给它摆到这个上面，尾巴朝上面，是不是？每一刀还要切好，没有切好的话呢，后面就不好摆。所以烹饪的话，每一个步骤都是卡着的，一步卡一步，一步卡一步这样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蒜蓉酱，你看，好，可以了。哎，非常漂亮。现在我们放进去蒸。这个虾呢，我觉得5分钟足够了，因为虾不要，千万不要蒸老了，好吧？我们蒸东西呢是以水开上气为准，其实我们平时要看这个虾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您可以来看，就是我们来看这个虾，你看像这种已经卷曲起来了，能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就是可以了。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哇，好，来点葱花，油温一定要高哈。把这个灵魂酱汁，灵魂之笔，蒜蓉粉丝开冰箱，好啦！现在就尝一下了，怎么样，鲜不鲜？很清爽，哎，有一点辣味，然后有一点那个蒜蓉的香味，现在光吃了粉丝就已经很上味了。粉丝是最好吃的，因为鲜味它全下去了。然后再试一下这个虾，怎么样？特别的鲜，特别的清甜。你们这道菜还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我相信我老婆一定会喜欢。我也希望你把这道菜呢带回去跟你的太太跟家人一起分享，然后呢更多家里面一起呢走进厨房做菜烹饪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黄伟，天气很热啊，这两天太热太燥热，都没有什么味道。对，我们中午吃饭都不下饭，感觉这边有很多萝卜什么，要不我们配泡一点那个洗澡泡菜，好不好？哎，洗澡泡菜可以，泡着我们又可以做菜，然后有时候可以配一点那个给客人啊，做小菜的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我们做川式的嘛，好吧？好好好。所以帮忙洗一下这个泡菜这个罐罐。我来洗，我来罐罐。一定要洗干净，然后开水烫一下。对对，因为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好，子飞，你帮我先烧一盆200开，我先把料头的搞过来，好吧？我们再一起弄。200开。千万不能有油啊，做泡菜一定要用200开，用清水呢是不行的，它会那个酸掉。所以说这个做这个泡菜的这个200开，用200开的这个水是很关键的。对，不能用生水，生水的话很容易变质的。泡菜的话对这个蔬菜呢，主要是根茎类的，它都是可以的，辣椒啊这些都没问题的。放到这里开始切咯，切条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萝卜的话呢千万不要去皮啊，皮的话呢会让这个泡菜会更加的脆。
我们快速的给它切条。切好的菜里，我们加一些盐来杀一下它的水。像这个泡菜的话呢，怎么说也得腌一个30分钟。那我们就开搞吧。好，加点凉白开进去。好，来点点调味，太太的鸡精2勺，来点点盐，然后要来点点冰糖。好，再来点这个香料啊，昨天我已经洗过了，花椒啊，然后把它倒进去。哦，还有白酒，来。好，我们加点野山椒水进去啊。野山椒水也会有一点咸味的吧？没错。就把这个味道调好，还是要。好，现在泡菜呢已经泡好了，然后呢一定要用水给它憋一下，给它洗干净它。把那个水给冲掉，把它的盐分给冲掉。尽量沥干一点。好，把这个水控把它放进去泡，然后把它放进去。我们在四川的时候，如讲究一些用那些老坛去泡菜，就是那种要腌个半年、一年的，甚至那种叫老坛嘛。老坛，对，这种是属于叫洗澡泡菜。这样做出来的话，更加脆爽一些。没错，对。好，这个状态就差不多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旁边有一个槽嘛，把这个盖子封上去，把这个水给它倒进去，封坛。封坛啊、哦、对，在我们家再压一个，中午压个苹果，象征平安的意思。啊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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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有新的美食打卡人了，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孩子、我们看一下她求助的食材还有原因。原因是因为两个小朋友对各种海鲜过敏，吃不了海鲜，所以非常想吃有海鲜味道的食物。海鲜的话我再说完，但是人家不能吃海鲜，不能吃海鲜，但又想吃到海鲜的味道。这么说呢，我也在说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邓涵，我有两个可爱的宝宝。我叫芝芝，大名叫邓千鱼。大家好，我叫王天乐。今天我想求助大厨给我们做一道有海鲜味道，但是又不是海鲜的菜品，给两个宝宝吃。欢迎。龙凤胎吗？龙凤胎吗？是龙凤胎吗？是啊，哇，别骗人好吗？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来坐。是兄妹吗？还是姐弟啊？你们看谁像哥哥，谁像弟弟，还是谁像姐姐？你说了谁像哥哥？我觉得哥哥肯定是他。暴露了。欢迎欢迎。因为这两个宝宝不能吃海鲜，他们又很喜欢、很想吃海鲜的味道，所以我就想跟林大厨学做一道有海鲜味道的菜品。真的吗？给两个宝宝吃。哎呀，真的很遗憾。这样子，来，抓住我的手。因为我从小出生在海边，让你感受大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吃着海蛎，哇，珊瑚来了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螃蟹？没有。你没看见周六做好菜？没有。什么都没有啊。我觉得我们洗些草莓给两个宝宝吃吧。哇，有草莓吃。哇，太棒了。啊，吃吧吃吧，给你两个准备的草莓哈。谢谢叔叔。不客气。酸呀！慢慢吃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当酸菜吃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今天带来的食材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带了一些有海鲜味道的东西：海苔、鸡肉、肉松、午餐肉。你要做饭卷还是饭团？都可以。这样子吧，我给你卷一些卷，做一些团嘛，这个好，好吧，没问题。哇，今天可以选两样，好期待今天做的菜呀！午餐肉，把它切丁。我来搞米饭吧。妈妈做了很多次都失败了。哦，你还自己做海苔哦？对，都卷不起来。今天要跟你学一学，看怎么卷。午餐肉，把它拿出来，我们把它切成丁。你还可以加哪些丁？玉米丁。哎，玉米丁还真可以。土豆丁也很好。海丁。
你想吃海的味道，所以加点海丁，对吗？有海丁吗？现在把这个过个水，一口就可以吃到了。耶、yeah, ，太期待了！焯完水以后炒是可以的。哇，还可以的，不要炒太久。我们可以再放点芝麻上吗？咦，有你最喜欢吃的芝麻？耶、yeah, ，我最喜欢吃芝麻，这一袋我都可以吃完。对，为了让它的香味更加充足，对，黑白芝麻。我要吃的黑色芝麻。芝芝，你叫芝芝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喜欢吃芝麻呀？对，芝芝吃芝麻。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，要不然就糊了。把它烘干、烘香，它闻到那股香味儿，嗯，可以了，香了。对对对对，有了有了，好。好，我们来煎一下午餐肉。我们煎午餐肉的时候，火一定要小，油温不能太高。这样的话，外壳会慢慢的变韧变脆。哇，这个色儿绝了！好，然后我们把午餐肉给盛出来。OK， 来，当当当当，米饭来了。哇，我最爱吃的米饭。然后做饭团的米饭，这种程度是刚刚好，就是不干，也不湿。这个饭团的话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拌一下啊。来一点点醋啊，加点白醋是为了让米饭更加的Q 弹哦，它会很开胃的。哇，太好了，我真的想看怎么做饭团的。我们加一点点蜂蜜，蜂蜜，但是呢它不能是完全甜的，我们做一个甜咸的一个综合。我们加一点点鸡汁好不好？哦，是太太乐的新品。我们加一点点橄榄油嘛啊。然后我们拌一些这个肉松，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很高，油脂含量又很低，特别适合宝宝吃。这个海苔呢会有一些海的味道。海的味道我知道。对，我们把它给捏碎。哇，把它砸碎了。哥哥，这个肉松还要不要再多一些？你喜欢多一些还是少一些？多。来，你来放，我们来合作一下，你注意哦。哦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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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来一点胡萝卜丁，好不好？小孩子吃也会有营养。太棒了，我都想吃一口了。都想吃一口了。我们现在要把保鲜膜给塞到它这个包装里。我现在需要一个人帮忙，有没有人愿意来帮我？我。进来。我愿意。可以啊，可以来，进来。好，我也来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两个人一起哈，来，每人一片，我示范一个，等会儿你们俩做一个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然后我们保鲜膜也铺进去，嗯，好，然后我们放一片海苔垫底。哇，这样就很方便哎，这个盒子还有这种作用。对，然后我们把米饭放进去，看好了哦。好，然后我给它压压紧，然后我们再放另外一块。饭团汉堡包还是汉堡包饭团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饭团汉堡包。好，我们要出来喽。耶，好期待。好，一二三。哦，只看见一个肉饼儿。哇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这个有点厚，觉得你们俩可能包不住。你们俩的嘴能粘得这么大吗？好，那这个就放这边了啊。好，来，每人一个肉片，先放一个，先放一个进去。啊，小心，小心哦。然后米饭谁来放？来吧，这么多啊，可以。然后还可以再放另外一片午餐肉。哒哒哒哒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做好了，我们把它给拎出来，好不好？打开吧，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哇，成功了耶！来，把海苔放在上面。就一个包裹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饭团就好了。那我们先坐回去吧，我要给你们装一下啊。哇哇，好想吃啊！
好，我把那个寿司卷给你卷了。好，你放给它摊下去，整片都摊。来，把它卷起来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黄瓜。压一下，卷一卷，然后这个弄完了以后，你看你就可以压它，然后把它倒出来。哇哇！好，然后把这个我们可以切一个饭团。好想吃啊！萝卜丝，萝卜丝不要了吧？好，来，这个也好了。哇，太速度了，神速，很适合有你们这样宝宝的家庭。你赶紧尝一尝吧，好吗？来一块。我吃到了海的味道。一口，一口下去，哎，对了。哎呦，我都想吃了。肉感十足。从来没吃过这么厚的午餐肉。别浪费了。鸭子。哇！哇！峰哥，峰哥做了一个，对，雪人。这是全天下仅有的一枚雪人饭团。哎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。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满意吗，小朋友？确实很方便。呀米呀米，很适合做给宝宝吃，特别是现在很多海鲜过敏的宝宝，又快又能让宝宝尝一尝海鲜的味道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我们来吃。哇，吃了！干饭人，干饭吧。干饭人，干饭人。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干饭人，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呀米呀米。口感怎么样，王千来？口感绵密。口感绵密，吃还没吃就口感绵密。哇，70岁了，林哥，打卡人里面年龄最大的了。哇，是吗？开过餐馆，专业的长沙人，居住长沙，出生长沙。哇，哎，好像来了。他拉了很多东西，我去帮他拿一下。阿姨你好，欢迎欢迎。你好，小林师傅。哎呀，哎，跟来学做菜的。欢迎阿姨，欢迎阿姨。阿姨阿姨阿姨好。哇，看见阿姨带来什么东西啊？好多食材哦。哇，专门买了鳕鱼过来。哇，一看阿姨就是经常做菜的。阿姨以前开过餐厅。哦，是吗？嗯。小餐厅啊，不是你这个中餐厅。小餐厅带挣大钱哦。这个猪脚是给你们，请尝试一下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阿姨连筷子都带来了，你太温暖了，真的。猪手的话，我们先尝一下。你是大师傅，你评价到底什么样？这个猪手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吃起来虽然是好吃，但是呢还是有点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太好吃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开个玩笑，阿姨，开个玩笑。我还认真的听呢，那个感那要怎么样？要提高。猪手一定要够透，第二个呢，猪手一定要重的味道，才可以压它的腥味。我是一沙包味的。对，所以这个猪手是好吃的。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我就直说了。另外问题就是呢，一定要再加点面条进去煮一下。那肯定这个汤里面好吃了。是的，是开玩笑。猪手是好吃的，您把这个汁留下来，我吃完以后我要研究研究。我搞个秘方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先聊一下今天你要做的菜。我就想学你这个鳕鱼，因为我那个外孙女啊，她在澳大利亚读书，她回来一趟不容易，我想做的你这个鳕鱼。到我回家去做的好的，我就很自豪的说，我跟那个中餐厅的小林师傅学的，这是我也是终身难忘的。那么现在这个季节是有茉莉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加点茉莉花下去，做一个茉莉花烟熏鳕鱼。它实际叫烟熏，但是它不用熏了就能达到烟熏的味道。哦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来，好嘞，
处理鱼，解冻切块。李子文帮我调酱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处理鳕鱼，顺着鱼骨的方向把两片肉给片下来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切成大概麻将牌一样大小的块。好，我们用厨房纸要把这个鳕鱼给吸一下水，鱼肉就特别记汤汤水水的感觉。哦，现在里面加点这个生粉下去啊，大概20克左右，不能放太多，一旦多了以后呢，这个鳕鱼外面呢就粉太厚了，它味道进不去。你这个到底什么样的烹饪方式，我到现在还不懂，是蒸还是什么？猜。为了增加它的这个颜色，红曲米要用水给它稍微煮开一下。现在我们爆一个锅，要有一点点这个葱，炒香它。这个姜葱爆香以后，加入这个香料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红曲米煮的这个水过滤掉。你看，这个颜色是红的。我们搞点茉莉花茶的，包一下茶水啊。这个茶水呢，再给它过滤掉，拿大火煲它。先煲一个这个水出来，这个水会有一种香味。嗯，你看，淡淡的茉莉的茶香味已经出来了。把它过滤出来，这样子干净一点。像你这男孩子喜欢做饭吃，你找朋友没有？嗯。找了，肯定都女孩子喜欢啦。这个还要调料是吗？对，到时候拌点鳕鱼块。这个酱每个两勺，叉烧酱、海鲜酱、排骨酱，超市里面是可以买得到的。这个是番茄酱吧？对，现在我加一点泰德乐的原味鲜头道特级鲜酱油。现在泰德乐的酱油还有鸡精都是很不错的。它是零添加，而且三重鲜。好，把这个酱加进去，那把它浓缩出来。来点点泰泰的原味鲜料酒，生抽倒一点点。好，老抽调点色，白糖。还放白糖？对，要放4勺的白糖。把它包稠一点，对吧？让它味道更加浓缩一些。这个汁已经调好了，这道菜。我听说您的就是这碗面，养活了一家人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哦，就是这碗面，不要养活人，就是给我带来了成就感。哦，当时为什么开这个店吗？我是喜欢学着做菜，想学一学，看自己能做吗？没知道自己做得很好，有时候在外面吃的东西好吃啊，我就琢磨一下，就自己搞一下。像你现在这个东西，我琢磨一下。肯定好吃，这道菜真的很好吃，阿姨，我觉得你太有品味了。这个算是点到了我24道比较经典的菜之一。现在呢，炸一下，炸一下走油。对，这个菜主要是炸很重要，因为鳕鱼的话，如果没有炸透，它就会有腥味。这个油温是烧得多开呢？烧到70油温。70啊、哦，就是这个鳕鱼下去呢，一定不能够让它沉下去。要大火，千万不能开小火了啊！因为它里面的食材是凉的，油温会下来。这个是关键的地方呢，一定要锁住它的水分，它才会酥。不要翻边，不用急着去搞它，我们一下子呢就要去弄它，一下子就散掉了。鳕鱼让它炸成型以后，稍微抖一下它就掉了。鳕鱼比较娇贵啊。在炸这种胶原蛋白比较丰富的鱼皮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有一些粘连，像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？这个情况不要管它，它让它炸到干了以后，它自然就掉落了。你看这个状态一弄就它就掉了，因为它已经酥了。等我缩了点时间，大概在3分钟左右。这个汁赶紧倒出来，不然太稠了。你看这个状态就可以了，因为它现在温度很高，高温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蓄温在里面了。能听到这种酥脆的声音，鱼块跟这个金属器皿发生碰撞。哇！现在我们只需要把它倒进去，
不能去炒的这道菜，一炒就毁了。这有点像那个糖醋鱼，是吧？就是糖醋鱼的那个汁不一样而已，对吧？你等一下尝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肯定好吃的，放着这么多馅料。用几个青柠，来点真正的茉莉花，装饰一下。哇，这个摆盘也是节节高升。阿丽娜，给你挑一块，谢谢。很好吃，真的，外面很酥啊，里面也好嫩。哇，那个裹着这个酱汁还很入味。这我能做得出来不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很好吃的，这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喜欢吃。我基本上70%搞懂了。我决定把这个总厨的位置让给你了，来吧。那不好意思，我就上了啊。哎呦，哎，阿姨你还真来啊。这位打卡人是谁呢？哎，我来看一下是谁。卢亮，导演哦。小芳，你认识的啊？对，我知道这个人，对，一起录过节目，是不是长得好看又漂亮？哎，他是个帅哥。好，希望能够学习一道菜，能够呢用这道菜去开店，做餐饮经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快乐大本营的导演小芳，我的本名叫做卢亮，今天我打算来讨教一下咱们这个周六做好菜的神秘的大厨们，来教我一道可以凭一道菜就能打遍天下的菜。欢迎小芳，欢迎小芳。Hello， 两手空空。请问小芳，您带了今天带来什么食材啊？食材呢？我今天没有带食材，没有带食材。请坐，请坐。哇哟，真的没带吗？真没带，啥都没带。口袋里面拿出来。没有，我今天录节目，口袋里只有一个手机。哎呦，空手来的。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来跟林老师你来讨教一下。哎呦，就是因为电视工作者嘛，其实挺辛苦的，然后也容易脱发，也熬不了多久，都吃青春饭，就是想从您这边学到一些财富密码。哇，对，也不用太复杂了，就是可以快速抓住人的胃口，就是将来想要开餐厅的时候能够用到这个特色菜。对，哎，我觉得其实这种菜的话，我觉得大部分的像这种能够火的菜呢，它都是一个口味菜，简单，而且食材比较接地气的。如果假如开餐厅，小芳你一定是开在长沙，是不是？平常吃的都还是以湘菜为主吧。可以的，我觉得。那选这个没有带食材来，那我们就来，我们给他配一点吧。那我们就冰箱里有。看冰箱里现在有菜，我们去找找看，好不好？可能看看有什么食材，我们临时想想看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个一起参观一下吧。哎呀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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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有很多南瓜啊。啊，有些食材这边泥鳅，泥鳅我不能接受，泥鳅可能非主流哈。看一下，哎，大肠行不行？哎，我觉得大肠真的是可以。你要说到这个，我知道长沙有一家那个肥肠店，现在有开了10家分店了。那个我吃过，我经常点。是吗？但是你能做出跟它有不一样吗？我也不想说，哎，这个好像跟它味道是一样的。啊，我觉得不能说一样的，因为呢，我觉得我这个大肠做出来还是有一定的风味的。偏哪个地方的风味？我觉得还是这道菜应该是川湘结合的一道菜。肥肠的这道选择的机会，反正肥肠就已经端出来了啊，就已经定好了，就做肥肠了是吧？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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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可以做其他的，对。嘿嘿，今天这里有一个有剩下这个边角的五花肉，五花肉，因为这个一定要加点猪肉进去，它才会有猪油嘛，要不要试一下看？试一下吧，那个。处理一下看啊，我来处理一下这个大肠，然后这个子枫呢也准备一些料头，好不好？肉我来切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我觉得您先坐着，没事，我也可以的。我去年过年的时候年夜饭，我一个人做了16块扣肉，看来也是个美食爱好者啊。来，有一个问题，一块去解决掉它。什么事？怎么样把肥肠的异味给去掉？哎，可以。来，然后我们这个肥肠呢是先把它冷水下锅，还是要焯一下的啊？好，然后我们放入葱，然后太太乐原味鲜的料酒，这个非常好，我们来点料酒。好，来点姜，我们来给它焯个水。
们稍微来一点点的白醋，白醋下去之后，它这个醋它会挥发掉，我们简单给它煮一下。好，基本上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锅里出来。好，然后用冷水去冲它一下，因为我把上面那个白醋的味道给它吸掉，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对，好，这个我们尝就可以留住了。我听说你今天刚录完节目过来是吗？对，昨天录完了一场，今天录完了一场。哇，那你也够辛苦的啊。那没办法，所以我才到这儿来，我说看能不能找个财富密码，换个行业。看来我们周六做好菜还是很有魅力的啊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喜欢吃嘛，我感觉如果我做转行做其他的行业也不一定能行。你在家里平常就是自己一个人吃吗？不是，我一般就做给家人吃，我自己从来不给自己做。啊，就是一个人在家里吃就不会做。不做，对。啊，所以你属于炫技类型的。就是怎么说，想得到那种成就感吧。啊，但我感觉你切姜片的这个手法很不专业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切工，我刀工怎么说呢？我觉得这个的不能完全体现一个人厨艺啊。我一般就是那种，那体现在长长勺的那种 啊，味道非常。所以你不属于那种打下手的，你应该长勺。对，我觉得我是刘老师。哎，刚刚子枫他说他不应该做这些就是打下手的事儿，他觉得他应该长勺，是吧？啊，就是他觉得一个人的厨艺好不好，不取决于刀工好不好。我觉得这个在餐饮行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。哦，是个大忌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这样的啊，就是，怎么说呢？最后你呈现的味道，是美味的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因为切菜那个时候嘛，有很多人可以去做。这个姜丝达到你的需要的标准了吗？哎呀，恕我直言啊。嗯。啊，如果姜丝是不行，如果切姜粒就可以了。也是找了个台阶给你下来了。我不是不是台阶，我们配菜里面有个原则，就是它要跟主料的形状相近，丝配丝，丁配丁，块配块，因为它是块，所以它就切成这个小粒。是有底层逻辑是符合的啊。哎，我们的泡菜开坛了，灵魂泡菜。泡菜能不能先生吃一点？可以。啊，我觉得你们厨房里面啊，到处都是商机。比如说这个泡菜，我以后可以去开个泡菜馆。悄悄地告诉你，这个坛泡菜，我们林老师当时在这个中餐厅我也做了，他万一也做给何老师他们呢？等会我们炒的时候也会用到泡菜。哦，另一道财富密码，泡菜啊。泡菜。哇，这个好好吃啊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对，感谢感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炒好吧这道菜。划个锅，然后呢，就用这个五花肉。这个五花肉我们把它煮熟了，煮熟了给它煸炒一下，它的油就会出来。哦，我看到那个五花肉都已经变焦了，吃起来肯定好，很脆。爆出这个油以后，把这个肥肠放下去。这个肥肠呢，经过白卤水去炒过了，已经。一定要把那个肥肠爆到有一点点发硬。哦，香口。那肥肠呢，现在的味道已经出来了。我感觉这道菜可以用来做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说如果我开个粉店的话，它可以当一个码子，哎，可以煮粉煮面，而且对啊，而且我相信这道菜如果当成主打菜没吃完，大家肯定会打包走，因为夜宵还可以再吃一回。现在我们把这个蒜头倒进去啊，香料加进去啊，我们把这个酸菜加进去。现在我们开始下料了啊！白胡椒一定要下，白胡椒是肥肠的异味的克星，料就一定要来一点，来点这个太太的宴会爆汁蚝油，食欲就来了。好，加点泡菜水下去啊。泡菜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把这些辣椒放进去，辣椒最后放，因为它会有点颜色。好的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准备好了，砂锅准备好了，来，还要包它是吗？对，因为这道菜呢，我觉得这里的人一定要热锅的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这道菜能否决定我转行之后是否年入百万？我不能说没问题，没问题得你来说。
给个开盖仪式。来，下面给大家隆重的推荐一道可以年入百万的财富密码——小方爆肥肠。噔噔噔噔噔！哇！哇！我的妈呀，这道菜太鲜了。太太乐周六做好菜，下节更精彩。太太乐周六做好菜，现在继续。太太乐高品质好滋味，周六做好菜由鲜味倡导者太太乐食品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账号获得美味秘籍，搜索周六做好菜话题，为你喜欢的嘉宾加油。这个五花肉林老师已经把它那个皮煎得有点那种软糯的感觉了，但是它又有点带嚼劲，很好吃。哇，这一咬飙油出来的感觉很舒服。来，孙老师来喂你吃一口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别客气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声音大一点。好吃。不是我一个人说好吃啊，是真的很好吃啊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明天就去开个店，然后呢，现在你也认可这道菜了，啊，然后呢，咱们这个股份吧就再说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投入，我们先投100万，我呢就，我出人，毕竟它叫小方爆这个肥肠，然后剩下的100万资金你来出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生意很划算哎。林哥说了嘛，一个餐厅要有3道左右的招牌菜，一个我觉得已经有了，还有俩。那你觉得另外两道菜应该搭配什么样的类型？另外两道菜，我觉得呢，你就下次来周六做好菜，我们再慢慢聊吧。好，满意吗？非常的满意。来，咱们把碗筷往旁边放一点。来，我们都是成熟的导演，自己自己动手，自己摆。那我觉得你工作量不饱和，你还可以开店啊。我工作量还不饱和，不想说。这段掐掉啊，工作量不饱和不能播啊。三个主厨的话，哪一款是你喜欢的类型呢？林老师，林老师你喜欢的。对，为什么呢？这种就是电视台的这种女编导，可能喜欢这种细致一点的，就是。怎么？你是觉得电视台的男编导都不细致是吧？你回去给你老婆做这个菜，你觉得你老婆会说什么？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如果回家我就是林老师这个口味给他复原回来的话，嗯，我觉得我老婆这辈子都离不开我。再见，再见，愉快的收工了。啊，他们也收工了，太好了。收工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所以刚刚有你能用的题目吗？不知道，随他们剪吧。那你们这里录的挺随便的，赶快把我的这个打包，我也打包。太太乐周六做好菜，下节更精彩。太太乐周六做好菜，现在继续。鸡精，对，哎，我要斜正，我要吐血。老抽啊，要个颜色。辣椒尖，这辣椒绝了，真的。葱好了，拌一下。小丽叔，哎，来了先给我感觉一下喽。你看看怎么样？没吹牛皮不？又要鸡精了，又要鸡精了。哎呦，辣了，辣来的有味道。阿姨，哎，有个问题，很严重。好吃的很。阿姨怎么能飘啊？阿姨啊，阿姨已经明白了你的套路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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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是你的味道，家的味道了。